これも中国の方の質問なんですが、日本は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れば今の危機から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どういうふうにすれば伝統教育を普及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かという質問で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日本如何将危机化为转机，而转出一个生机？如何恢复传统文化？这桩事情，我在最近10年都在做啊，因为有一个机会参与联合国的世界和平这个活动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曾经有2次会议在冈山开的啊，我都参加了，所以在冈山就很熟悉啊，2次到这边来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啊。那么与会的人员都是各国的专家学者，我接触的很多，大家对这个事情都非常关心，可是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做啊。那么我们将中国传统啊几千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族群，能够长治久安，外国人很敬佩呀啊，在中国这个国家啊统一啊2000多年没有分裂，把这些智慧啊，古人治理国家的智慧、方法、经验、效果，做出详细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欢喜。最后我们会后啊，在一起吃饭聊天，谈起来，这个法师你讲得很好，这些呢都是理想。做不到啊！这一句话真是凉水浇头啊，对我的打击很大。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什么事都不能成功。那现在的人，他就是要证据，没有证据，他不相信，所以逼着我啊，想做一个实验，给他们大家看看啊。我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印尼，那就是在美国，都找不到适当的地方，啊！最后2005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70年离开家乡70年，回去家乡还有一些族人，啊，这个族兄弟们见面之后，我就把最近这些年来在国际上做的这些事情向大家报告。他们很热心，他说回家来做吧。我说好啊，家人支持。所以就在汤池小镇做了个实验，没有想到这个实验是意外的成功，啊，中国丢掉传统文化至少1-2百年了，啊，所以我想呢，我们要能够做出成绩恢复的时候，应该也得要2-3年的时间，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这个小镇，啊，汤池小镇。居民48000人，通通转变过来啊，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证明了中国古人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证明了人是教得好的，啊，佛教人第一个理念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要肯定这句，我本来是佛。我才能成佛，我本来不是佛，我怎么成得了佛呢？啊，所以东方古人教学，第一个就是把教学的目标告诉你，啊，人人都是圣人，啊，人真是教得好，我们无量的欢喜，老师们个个都非常踊跃，然后想到怎么样到联合国去发表啊，啊，这个是个头大的事情啊。所以祖宗加持，祖宗之德了，
联合国来找我，这就好办了。我找他可不好办了，他来找我，啊，找我呢，这次找我很特殊，参加主办一个活动，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啊，主题呢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啊，我当时收到联合国这个通知，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联合国找活动的，找办活动人是找会员国啊，我又不是会员国，我在澳洲只是很小的一个建筑学院，他怎么来找我？所以我就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调查一下，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地调查了是真的，他们找到泰国，啊，泰国是佛教国家，所以这个佛教活动呢，他找泰国，泰国大使推荐我，啊。希望我参加主办这个活动，啊，那么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是在曼谷大学，啊，那么那一次活动呢，我认识了泰国的总理，啊，查瓦利将军，啊，他对我非常之好，啊，所以跟泰国结的缘就很深，啊，时间不长啊，结缘很深，啊，所以泰国推荐，那我就答应了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做了8个小时这个报告，啊，做了4天的展览，效果非常好。会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2个国家大使代表都要到汤池去参观去考察，所以这个做成功了。是很可惜呢，当时地方政府不了解实际状况，他们拒绝了。虽拒绝，还有20-30个大使用自己私人观光旅游的身份到那里去住了几天，啊，所以这个信息，啊，还是传到联合国去了，啊，也可以做，啊，所以我到冈山，想到冈山我就想，如果在冈山做会比我在家乡做得更成功。为什么？这个地方人淳朴，啊，我到冈山来我感到奇怪，啊，这个地方人忠厚老成，没有贪心，啊，你看居里大阪这个很近，他们都不愿意去，啊，就守在这个地方，人家家都有积蓄，啊，没有贪心，生活简朴，啊，所以这个是最理想的一个好环境。如果用这个地方做试验的地区，全世界试验成功，全世界人都在参观，你看联合国搞这个和平运动的这些人，这个地方有例子，你不相信到这儿看，啊，我们就是落实4个根，啊，这4个根就是儒家的这个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在日本加上日本传统的宗教神道教这种教诲，这4个根也砸上去之后的时候，会给全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好榜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天皇来带动的时候，天皇救了世界呀，啊，那这个功德太大了，日本所有灾难都化解了。中国は伝統教育はとても大切しています。要するに孝行ということを基本としてやってます、古代から。でもそういう話だけでやっぱり難しいですから、本当に優しく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本当にその家族は自分の実家の人たちがとても協力的で、そういう実験をし始めた。少なくとも2-3年かかると最初そう思いました。4ヶ月だけですごく効果が出ました。その結果はとてもびっくりしました。好，你先说。この方もやっぱりすごく日本は心配して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が、中国の方と思いますが、
じゃあ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伝統文化を復興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その例えば岡山やるとしても、その舞台の方法を教えてくださいと。这个工作最重要的是由于国家的领导啊，如果真的朝这个方向目标去做，首先要培养老师啊，培养老师，这是普世的教育啊，不是一种特殊普遍的教育啊，所以老师程度不要很高，要热心，要真正有爱心啊，要能做出牺牲奉献啊。老师需要的是幼稚园的老师、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顶多初中就够了啊。我们在汤池实验呢，师资水平就到这个地方啊，不要往上面去，他年轻啊，他能真正做到啊。你像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不是念的，不是讲的，不是背的，是要做到。老师自己做到才能教人，自己做不到啊，教人不会成功啊。所以当年培训这些老师，第一天开课我就告诉这些老师们，我说在全世界古今中外教学最成功的啊，释迦牟尼佛，跟他教学多好，教得成功啊。孔子教学成功，他为什么会成功呢？教得那么好呢？他先做到了，他没有做到他不说，我自己做到了我才说。我说你们要学释迦牟尼，要学孔子啊，一定要先做到啊，先没有做到的时候不可以教啊。我给他四个月的时间，教他们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老师很难的，我真是衷心感激他们，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啊。做到之后打电话告诉我怎么办呢？我说做到之后我们马上下乡入户，就是到农民家里面去，那去什么？把这个我们所学的东西啊做出来给他看。农民家里的老人就像我们自己父母，我现在回家了，我怎样照顾父母，怎样孝敬父母，统统做出来，老人马上就感动啊。他感动是他对儿女没教好，感动他家的小孩，他家小孩看到说这个老师在他们家的服务，对他们父母照顾啊，感动说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没有尽到孝心啊。这样我们做了三个星期，然后告诉大家我们中心开阔啊，希望大家都来学学，通通都来了，就不要去招生了，那自然就来了啊。所以没有想到的时候，三四个月就整个小镇起了变化啊，人有羞耻心了，不愿意做坏事，做坏事觉得难为情啊。所以这个良心发现的时候，社会风气就转了啊。最明显的有个计程车司机啊，上海一个企业家带了一个钱包，里面有7万现金啊，还有一些资料丢在车上啊，这个司机主动的送还给他，所以他这老板很惊讶，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好的人啊。他说我们受了传统教育，没有受传统教育可能不会给你，因为我们听到传统教育我们觉得应该要还给你。那个老板拿2万块钱送给他，不要，一分钱都不要。他说我们汤池镇所有计程司机都跟我一样，吃到东西决定还给你，不会收你一分钱。这老板感动啊，所以是做得很成功。最重要是把老师培训出来，老师没有做到叫他去教的话不会成功，一定要先做到，这是先决条件。所以国家可以办一个学校，办个培训班，专门培训老师，然后老师多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做实验，一个中心点做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做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啊，将来在日本每个县都有一个，我相信不到5年就展开了，整个人民都有，国家都会变动啊，这个国运也会变了啊，要从这里下手啊。
从培训老师下手。Thank you.